几个星星，谁都知道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，天天在网上给别人洗脑去买你那些破 iPad， 谁不知道你们二手贩子没一个好东西啊。先说新款的问题吧，这位朋友你完全可以去官网下单一台 iPad 10 256G 啊，10800，最好是粉色的啊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主要红色比较喜庆啊。然后再说洗脑，比如最新款的这个 iPad Pro 2022，官网售价6788，而这种满电满保满橙色的直接便宜1000多啊。对于你来说可能1000多你都懒得弯腰去捡一下，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好几天的饭钱哦。最后二手贩子究竟有没有一个好东西呢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身边做二手数码生意的朋友一个比一个的好，一个比一个幽默，一个比一个大方优秀。相反，网络上的键盘侠在生活中的麻木不仁，吹毛求疵，固步自封，眼神呆滞，我还是有所耳闻的。